疫情未完怕就医，自己挑药问题大。医生已经帮我开了慢性处方签，我真的不敢去，我就发明了减半，就省下来了。对，就省下来了。是，对。然后嘞，就没有用，就失眠。宁愿视讯看诊，也不要自己挑药。三高控制不理想，等于是没有在吃药。每个礼拜三、礼拜四的晚上10:15，请锁定《这是有影无》。本节目由娘家益生菌强效版 Plus 冠名赞助播出。